近日某直播平台的晚会可以说戏相当足了，除了红毯上薛之谦被强吻，女艺人晕倒之外，那场的舞台上也是蛮精彩的。范冰冰带上爸爸范涛一起上台合唱了一首《爱里的心》，可以说是很有亮点了。今天常常秀恩爱晒喵新人的范冰冰改画风了，打亲情牌，晒出和父亲范涛同台献唱的照片，并称我的父亲大人。图中范爸爸穿着一身西装，看起来十分年轻，范冰冰则身着一身玫红色斗篷裙，勾勒柔美优雅身姿，蝴蝶结点缀精致动人，两个人就像兄妹一样，无年龄差，也完全看不出范爸爸已经66岁了。不少网友表示羡慕嫉妒了，强大到可怕的基因。论基因的强大，一家子都是高颜值。说句让大黑牛不高兴的，爸爸比他看着还年轻啊。但也有眼尖的网友看出了一点怪怪的，质疑 P 图 P 得太过了，为何范冰冰爸爸看起来脸怪怪的。甚至还有网友还原了范爸爸的照片，把照片中的锥子蛇精脸还原了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早在2017年1月，范涛就与女儿范冰冰登上北京台春晚，首次同台献唱过。2016年4月3日，范涛为电视剧《武神》赵子龙献唱片头曲《子龙》。范涛曾经是海军航空兵文工团的歌手。